二阶魔方，三阶的爸爸。每天我都想着怎么把它还原了，因为学不会它就学不会三阶。自从有了这个袋子之后，一切问题都没有了，只需要把袋子放在里面，数三声，三、二、一，你会发现神奇的事情发生了。这样子我到外面就可以表演这个魔术了。当然最重要的是让观众猜不到结局，他会怎么猜？无非就是变，变什么颜色，对吧？没有其他了。所以接下来是三、二、一，你将会发现这个结局他永远都猜想不到。